津巴布韦的考文垂，最终也是进入到这个项目的最后的决赛。58秒95，八秒九五，自己都没想到自己，我以为是59秒。我有这么快？我很满意。觉得今天这个状态有所保留吗？有没有为？没有保留。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。知道这一年你的这个平复一下，我们知道这一年其实你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，其实非常的难走到这一路。对对，那现在觉得这个恢复到以前的自己了吗？已经是最好成绩的历史，所以我就用了这3个月就是去做一个这样的恢复。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真的太辛苦了，我真的有时候感觉我已经要死了。我的奥运会训练真的是生不如死，但是看今天的比赛，我还是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是不是同时也对明天的决赛充满希望了？没有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那明天加油。好。